哎呀，我他妈你闹着玩，你把我屁给刮扔了，我捡回来。嗯，你威胁我？哼，我就不捡，怎么样啊？哎呀，不捡，不捡你试试。嗯，行，你等着吧，奶奶会妥的。那世俗总要男人无惧无畏。哎呦，你个小兔子，我就不相信我还治不了你了，我捡回来。呸，就不捡。站住，别跑。那做人做事总是从容面对。抖音。